啊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我最近好像总是心态有点不稳。刚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刚刚稍微休息了一下，稍微躺了一下。刚刚号主说什么来着？老聂人总是这样，打完一局要稍微躺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哦，了解。那下一场我玩下其他的吧。我刚没注意，没注意。那下一局玩下呢？该去祈愿，我真的是有陷阱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我一直觉得打野被反野是打野自己的问题，我一直这样认为。
要找个机会瞎对面打野一次，把这个敌都带一下。什么时候就把两把枪拿了？我去前面看看路。
这就有点头疼。我是不是应该先躲一下他这个 Q？ 但感觉上好像躲他的 Q 我还是不打不过他，应该还是打不过他。唉，少一丁点的血，就少了一丁点的血，多一丁点血就可以杀掉他，就差一丁点，很棒。这波如果能杀掉他的话，挺有帮助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现在看来，我当时不该这样。我如果直接出了智慧默认的话。我要说这个魔刃应该就可以打了，我去前面看看路，要迅疾。
飞机没有想象中要快。再快 CD 不可能快到这种程度吧，真的CD就那么快。这他妈没死。上去扛啊！辛苦啦，你是开窍啦，上去扛啦！不扛我伤害怎么打出来？
就要跟我抢啦！ 13级的梦魇。 去前面探探路。 这个还敢飞我？哟，不想跟我单挑啊！ 光头的伤害太高了，队友完全hold不住。有情况，要迅疾。 守不住，没办法，大龙怎么丢啊？
光头是个问题。唉。